迪士尼动画陪伴全球万千观众度过了美好的童年，里面的每一个角色都像我们的老朋友，这些角色带有时代的烙印。如果他们生活在2018年，会是什么模样？智利数位设计师 Fernanda Suarez 创作了一系列插画，将迪士尼角色带到了21世纪。没想到他们变得那么酷。梅丽达公主、爱丽丝、狮子王中的娜娜、花木兰、睡美人、艾丽儿、叮当、库伊拉、茉莉公主、黑蒂斯、大力士中的蜜儿、白雪公主中的坏皇后、无敌破坏王中的云尼路、保加康帝、莫娜、钟楼怪人中的艾斯梅拉达、仙杜瑞拉、小姐与流氓中的熟女、贝儿、狮子王中的刀疤、艾莎、乐佩、白雪公主、失落的帝国中的基塔公主、蒂安娜公主。